面对怒火中烧的主人，天哥该如何呢？我觉得不太温情哦，就在那里哦，不知道事情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干。老公，你不要打我，你说你不要拿那个小把打我，不要打我。这样我听下去，老公我起路，公路快走，我先给他穿。今天我只要你五花头，这些温州蛮温情，我高大点给吹。好了，慢，哪里有吗？哎呀！这个有得花没叮当，我跟你讲啦，哎呦，唔免为着安尼这款小花代志啊，你不无嗲无嗲，你卖煮就好啊，你无叫你。你卖来赢的，无嗲我卖来报答你，无煮菜要哪好你吃？对啊，你是阮的温暖。我就无一定爱吃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苦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吼，你安尼真憨嘞吼，捡着阮的救命钱，啊来到阮头。啊，阮家若讲无好，我甲你交代一下，免啊讲会得过，我先是真卡人做事人哦。你唔讲吼，有恩必报，这道理咱是不是拢知影对无？我知。是啦，所以讲吼，歹势，啊，互你小等一下，啊，互阮吼，安尼小甲你按来来传一下吼。哦。啊，迄个我紧嘞，紧着去甲，紧去甲传出来。啊，你讲个又不是废话，都无钱，免老听。啊，对哦。阮无钱啦、啊。既然安尼讲为着讲吼无鼎安尼吼啊，要请我一顿安尼，啊你安尼你无惊险，互你拍死。啊，实在吼、哦。你千万唔通安尼做，阮的良心袂得过。我啦，那那我多，我多，我真正有够衰个。啊，这什么是什么经营啊？啊，不是讲大鱼大肉大菜爱传在，啊，你哪用起来这样？你应采得出来尊都帅哦。我讲您这应采可能更好几百户啊。哎呀，在乌水型的啊。啊，无啦，啊，就迄个淡薄钱，啊，就拄好买到这个菜尔。啊，你嘛知影讲恁都无肉啦。无肉。气死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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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的无肉，我前两家都看到，现在的肉遐大块，是咱的囝的无肉哈。我惊啊，就是你身体无好，有特别要你保身体，所以迄块肉都拢互你食掉的啊。哦，对啦，你啊，你就是家己身体无，你家袂记的，肉你共好过去啊，你啊，再莫讲怪人无肉。哎，你讲到代志来，等我来把事发起来。嗯。你讲我，啊对，我破病啦。对啊，那讲到安尼吼，硬气啦。我这個人哈、啊，是阿哩有温必报的，做袂到。不，为着报答我温情人，啊，我穿得把遐大地，我替我吃了去。我昨你嘛不一定会拄着我啦，所以无要紧啊。安尼哦，变怪，别，你嘛不错一个呀。哎呀，无要紧。干哪安尼？好，我今日要一定要温公子交代，我特别要穿甲交代对啊，小等你。啊，不是无吧？我穿甲交代，免安尼去考啊，你假水哩啊。啊，男人男安尼哦。你好，哎，拜托呀！啊，你在这无钱啊，你拿这支猪刀出来，你要吃也无猪啊，是要抬刀一只猪啦？这你都唔知呀？嗯，我这人哦做生意的，我知影讲我肉要吃掉吼，我为着要负责任，我一定爱吼爱有肉啊生出来，啊，世界会看无肉，有我就有手刀吧。这手刀吧内底吼，就有这么三千啦吼，啊，这有肉咯。管你五花还是三千的，啊你生意有够咯？你啥？你今日是几的？没讲就讲我的，要吃就吃我的肉，我的肉比较嫩。我把上油啊，要挂，要挂开。你来演啦，嘿嘿，参考，嘿嘿，来啦，嘿嘿。这
当当当当，买无买的卖吃卖好过就好个。我那是温情无报，我那是规家伙啊，敢那吼是遐精神同款，买来遐无报这个温情对无？对啊，你今日想办法让阮去买吧，无伊安尼继续会中风落去咯。继续啦吼，啊无吼，规气啊，阮三个人拢讲到吃好吃。你无吧？就我叫我想啊！我还要对你客气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，实在有够衰啊！要吃一顿啊，你开足侪钱个，哈边。无啦，无提买吧啦哈。你四年，我就来。哎，我讲，卖少一样啦。我讲哦，泡迄个猪肉啦吼，啊，然后迄个牛肉用个。好。你这山来靠有嘛吼？有哦，你内行的有耶，你看了，大家母来看看，你难不吃过？提不？我水道够好，我水来传，水来传。好啦，你去传吼。是。大鱼大肉，甲传出来哦。好，马上来。我靠，太细啦！吼，啊，大哥，何里安尼吼破费？啊，你敢传？哎，传菜，今仔个肉来吃，足歹势呢。来，这，我讲，你拜托你大鱼大肉甲调出来。唔是，我咧讲，我咧唔知影讲为着要吃这顿吧。我开玩笑。来呀，文章。哎呦，软龟哦。嘿啊，我是毛八个菜。请用，来。哈，少听，阿你陪咱五公饮一个，阿拄好爸爸妈妈吼，有代志要讲呢。来，我少听陪你一个，老卡。哎呀，坐就好啊。文公，喂，这杯我敬你。哦，来，他做谁做？他不做老高级，他是太神光了。哎，恁爸恁母啊，是你自己夹夹的公司公司。文公啊，哎呦，哦，那讲到这代志哦，这些呢吼，这你讲吼一拍回头是热热等吼，但是我简单讲一句就是讲，啊，你到底传呼何边啊？传是有传啦。嗯。啊，但是吼，我若真正甲离去啊，哦，安尼拄拄啊好，哎呦，阮安尼吼，阮一口早就安尼啦，哦，查甫诶生作烟头，查某诶生作水当当，哦，看你安那吼，我顾菜一斤，马斤吼，我会当安尼吼，硬去推他。不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讲要甲烦恼就对啦。以身相许。哎呀，拍手绿啊！啊，文公竟然敢答应啊！哈，阿你好，这吼我今日去传的吼，阿你我今晚就。他差不多呀，我是不来这一套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天气中热呀，啊，就是加工啊，规身躯吸光全够干吼。烫起来三小凉，快有影嘞吼！我这个我不知，靠我，真正我真正我。安尼你有答应就对啊。歹势啦，歹势。金价下里头康，天哥能如愿取得背影胶囊吗？来了，这温情是咱咧报的啊，啊是讲吼要以身相许，当然嘛是我啊，当然嘛是安尼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夫，我跟你讲，代志来啊，阮查囝安尼幼咪咪、白泡泡、水当当，你当作遐简单就嫁出去哦，我当然嘛得有嫁妆，这嫁妆啊穿了有够，阮才嫁出去。啊啦无，我说进去厝里这边吼，你若看到讲阮查囝安尼凊彩就嫁出去吼，我面子是要摆去地了，下死下贱，我以后吼，咱家都无法当做做人啊啦。这个是你喜欢的文静啦。你早嫁也爱嫁真就对啦。嘿呐。我你讲啦，嗨，我这我若要娶你早嫁，唔免嫁真，拢做唔免。啊，别伊哩，唔免我爱啊。嗯。我一个查囝好好呢。哈，我无气格哦，嘿，绝对吼是，若要嫁就是安尼，大大方方，白人大叫，安尼甲讲。
出去，我知啦。叫你甲嫁出去，啊，迄个嫁妆安尼，阮二十年啊，阮才来嫁得好啊！你要今麦想怎啊？我讲啊，你嫁就是嫁我，就是嫁你，你这嫁到现在做要创啥？就是因为你是阮的温情人啊，我早嫁要嫁乎你，一定要风风光光，一定要嫁妆啊！啊，迄我嘛无法度。无影啦，你袂去用阮脾气，你想着阮早嫁呢，死啊死死嫁乎你对不？啊，嫁妆嘛是赶快去对你去，啊，你搬出来是提红看的呀，去收东西啊！不是。小蛋，您这卖意思是讲，您早间要嫁我，啊嫁我出钱，甲您早间买嫁妆，嘿，啊您早间嫁我，嫁妆这个嫁来我家，嘿，啊是我的安尼。对啊，你看你安尼唔拿钱，佮提袂着，而且佫有一个早间嫁你，有一个某还好嘞。小蛋，我小戆戆安尼吓。嘿，啊你讲我爱甲你嗲零一个咯。我读一个，好，啊你敢丢？丢，丢。你看我讲无讲白，你讲对不对？恁考虑遐多，有天哪敢有遮好的代志哈？嫁妆好完，我是个嫁到等下好哩，搁送一个查囝好哩，啊还好命好声，啊你搁无好？来啦，小考虑绝对无问题啦吼，尽量吼。你莫搁讲啊，我你阿妈啦，我你阿爸。啊，我你讲哦，嘿，啊，去买买一停车位，搁加位车来哦。哎，停一停，不都没有问题，我做一个生意啊。哎呦，恭喜哦，我这个家产来个小钱，我咱即马吼开始当吼，来来来来，咱今有人声势啊呢，哦，算大家拢亲家啦，哎，三班吼，你早间在家，哦，对啦，来来来，陪你红仔啉一下酒，对，来，多酒啊，多酒啊，多酒啊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咱们徛在家里三班啥呢？来，啊，好大啦，好大好大，哎呀，哎，来，你注意我干杯哈。哦，今日啉这酒特别甜哦。林哥，来，我给你。来，谢谢。哦，对，那酒酒都好，还要喝。来。哦，啊，你情感未啥好嘞？啊，急主动的啊，真好。我因为这个温情，我情结合了心啊。啊人拢走去，啊我唔电脑输啦，啊规部底下钱哦撇了了，啊这样我你讲，这样就是人哦变个小摊嫩鬼人啦、啊。